ご覧の番組は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バイズーンフィットネスブリングザジムホーム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正価<だ>格1年間の保証障害サービスののこ次的相見又来了<ー>整理好的紅色大家にお会いしたいと整完就す。調整完就賣 二手车有零利率补贴息吗？有，我记得有些银行有，但是我们没有做，因为我觉得揽拍跟拍兰，嘿、欸、就无聊哎。你利息，先先先放那种旧钱，啊钱增啊，你知道九出十三归是怎样，你知道吗？你借十万，拿九万给你，啊还十三万，那个先付钱的概念，借钱先付钱。利4硬顶哪一代比较好呢？没有好不好啊？那就是自己喜欢哪个样子啊。 你如果指的好照顾，当然是越越新的越好啊。最近话题有关注吗？然后我先讲一下那个事件。我觉得现在，因为我我觉得现在新闻有太多那种网红有没有，还是什么在互相在那边叫嚣也好，然后在那边呛声也好，还是怎样？我我觉得那看的有点腻了，所以我有点不太想看了。我觉得你看那个去年那么多什么直播组之乱也好，什么他妈的开枪来开枪去，然后在那边。 我干嘛夸一夸去就就阿长？当然我不否认这是一种炒话题、炒人气的一个方式之一，可是我真的觉得这个有一点对我来说，我觉得不太有兴趣了。我不知道是怎样，阿胡的无兰狂，我都学用啊，就干单的呀。好，我觉得没事，就是这个最好过生活的一个方式了。那个驾训那个本来就小问题呀、啊。 我跟你讲了，我们是不能宣传而已啦，那不是因为他是驾许，我们才这样子弄哎、欸。就算是其他客人来买，都是一样是这样，不是说哦他是网红，所以我就我我才帮他做这件事情哎、欸，不是呢、欸。而且我告诉你好不好，其实他换轮速感知器这件事情，我根本就不知道，扯了吧？我是看到他的影片，我才知道我们的服务人员有帮他安排在台南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代表是什么？这是我们的常态。 就是底下服务人员已经不需要跟我回报了，好，不管今天是客人还是网红都不管，就是我们原本我们就是这在这样子在做事情的，这个叫善意保护啦。那我我我不能在荧光幕前面宣传这个，要不然大家都要求小司的保护要延长多久，延长多久啊？我认为这个东西我觉得不应该把它看成是应该的，因为你到别的地方买，也许就不是这样的结果了啊。 你把它看成应该的，我们服务人员做起来也很痛苦，没有成就感啊！干啥我讲人可以生人家覺应该连结构谁都都不准讲，我做啊干可不西。我公司也第一次有这么多员工，所以我也在学着当这么多员工的一个老板，所以我没有办法每一件事情都亲力亲为，所以我必须要分配，然后把 SOP 制定好。 不要浪费这些回报的时间哦。我们主要就是以客人满意为原则跟前提，就这样子。还有其他二手车商保护范围的二手车，想问有没有差别？你是说他那个车才刚在别人那边买，然后卖掉会不会有差别？没有差别，对，因为我讲过了哦，很多二手车保的保护是不好诶，所以价钱不会有差别。 小师哥有卖过 Lancer Sport Bag 吗？拜托诶、欸、，Lancer Sport Bag g 转达完向魔王，必须要买卡贼啊，好不？Key 好啊，小师没卖过，以前卖过啊，就是以前卖过有有出包过，所以我才之后都不卖 Key 啊。Key 啊，我以前還卖过蛮多种的、啊，我卖过 Euro Star Sportage，我还卖过 Canyon，Canyon e 是两千五大台的，干，人家的引擎很会冲，啊，每天都在冲引擎，然后还有稍微小台八人做一点八的那个叫什么？ 哦，我顾无呗，我连名都未记哩呀。有考虑把玛莎拉蒂拆光光吗？不是东西好好的，干嘛把它拆开啦？那東西好好它拆開不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没有人会想要买到一个被拆开过的东西。这个可能是我的头脑比较稍微传统的关系，就是一个东西好好的，为什么我要把它拆开？人家每一个螺丝、每个锁点都是经过计算的磅数锁好的，为什么我们要去把它拆开？ 所以，我当然不是说他他们是有这个实验的精神呐，但是我我是真的，我觉得东西好好的，干嘛去拆它？不是说做这件这件事情不好，或者是不要做这件事情，而是我是做不下去，我就没事，干嘛去拆它？嗯、小师新车业务跟我说，家里没有旧车，他用人头帮你折两万过户回来你名下，请问这样有什么问题？没有啊，就你车多过一手而已啊，法律上或二手价有问题吗？呃，应该还好啦。 中国那个喷一下护台湾，那个什么好喷的啦，我就没有追，他他妈就打水泡而已，有什么好，我我,我有什么好喷的啦？吼、喔、拜托，嘿人一边喝呀干呢，啊，另外一边哈、啊，一台车都底下咧干干有高下立判，哈、啊、不？这有什么好比耶？人真正穿一台车被盖平，你干不用钱砸了把他砸死了，那想也知道，那那边喊喊喊喊喊，那之前很多有没有大陆那边的武术的啊？什么也是他妈那边喊啊喊,喊。 敢想说隔个台湾海峡在喊就好了、喔，喊一喊，搞不好就接代言了嘞、欸，<laughs> 对不？那是他们红的方式嘛。四面贴那一些碳纤维内装的方式，有办法防止环保漆恶化吗？不行，好，你只是把它挡起来，它在里面还是会恶化的。洛克评价没有，洛克就是一台很标准的美国车啊，配备很好啊，很耗油啊。然后我记得它内装也也有环保漆的问题啊。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我说的是大概一四年左右的。不过那个车买二手车很划算哦、喔。如果你要我选一台小型 SUV 的话，我觉得洛格还不错。因为你你们自己去研究，洛格的二手车价真的不贵，比 Xtrail、er、还便宜，配备又好。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要买二手车的话，我觉得洛格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除了外观这个大家喜欢不喜欢？现在电瓶跟以前电瓶有差异吗？感觉现在电瓶不耐用。 我觉得不是现在电瓶不耐用哎、欸，我怎么会觉得是现在的车子的你在车上装了太多的电子仪器了？现在车子电子仪器太多哦，然后尤其是如果你的车是老车，你一定会加装一些什么行车记录器，手机也要充哦啊，可不可以抬头显示器啊？可不可以倒几列啊？上面南极星、北极星，好一种哎、欸，所以我觉得是因为现在电装品多了，还有一个原因啊，那你如果你的车是新一点的车，那上面的科技含量一定更高啊。 B R Z G R 八六会选哪一台？我买啊！我昨天最近啊，我先讲这个。我最近哈，本来我跟一个客人在讨论，说他说他想要换买那个新的 B R Z。那其实，在上个月吧，B R Z 新上市的那一天，我有问我一个朋友是速八路的业务，他跟我说大概三四月可以交车。我本来有冲动要买，后来我看了那个照片，哇，今天啊，哇，都那个照片，我觉得那个内装那个外观，我看了，我实在是不是很喜欢，所以我就没有买了。 怎么都要问我那个杰尼龟头痛？<laughs> 忍者龟头痛啦、啊！哦，忍者阿杰啊加杰、啊、尼龟，我就杰尼龟头痛呗。哎 <laughs>、欸，无啥咪啦，台湾没有快车，吼、哦，台湾快车叫谁啊？我那干爹快车咯，干搞赞助瓦固啊，你都无看到吗？台湾怎么没有快车？快车只有台湾有，好不好？老师哎。 快车叫这样嘞，我还讲我们干爹快车肉干也是赞助我们很多次啊，对不对？我们今天就免费加送叶配 <laughs> 快车肉干 B W 那台双门钢炮是不是有什么通病，没有啊，福斯的通病都是一样的啊。哎呀，没有一定是哪一台啊，反正福斯的那一那一代就是都这样啊，就是那个什么吃机油啊、变速箱啊，就大概就是那些问题而已啊。上次有问我没有开放现场车款挑选，没有啊，就没有开放啊，因为这样比较单纯呐，因为现在业务多，客人也多。 对不对？那有一些可能在痴痴的等着我们上架，结果还没有上架就被现场的挑选人买走了。那我觉得这样好像也不是很公平，这第一个。那第二个是说，那这样子大家就会抱着一个期待的心理，他大量的来预约，只是为了来现场看看有没有上面没有的车子。那这样其实坦白说，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困扰，你知道吗？因为你是抱着要看很多网络上没有车来的，那现场第一个你会花很多时间去逛去 r n 然后。 第二个，你可能会逛了半天也没有你喜欢的车，那所以因为我本来我们人力就有吃重负担的状况之下，那又要应付一些来现场想要慢慢挑的人，那甚至还有一些是他觉得现场有车，他就不预约就直接冲过来。比如说像我们最常遇到的礼拜六，我们的整天的约很容易是满的，都已经跟你讲约满了。你说哎、欸，我想约三点啊，不好意思，我们三点已经满了。他我跟你讲，台湾就有这样的人，他三点他还是来。 他就觉得说，我只要来到现场，你一定得服务我，我不用预约，你懂我意思吗？哦啊，我也没有漏气，通常我就是让他们等，要不然就是不好意思，我就没有人，我们真的没有人，不是我卖车卖的很臭屁，我卖车卖的很屌，我们已经也说得很清楚，我们就是预约，啊，你没有预约来，我真的没有多余的人力去负担你。他说啊，现场不是还有那么多服务人员？不是，他现在来服务你了，但有预约的人来了，没人服务怎么办？ 好，所以其实我们真的也这样子很不好意思的怠慢了很多客人呐、啊。可是真的，我还是希望说，哎、欸，你有大概的类型，看到我的官网里面有你可以接受的类型，那你再约，你再来哦。喜欢的车型你再来，那没有你不要抱着要来这边挑的心态。不是说我不愿意接待你，而是我就真的没有其他的东西。那我也怕你白跑一趟，因为很多都是从外县市来的。 对啊，我也不好意思说啊，那让你抱着一个说，诶、欸、我们现场还有车可以挑选，就来啊，拿五小时，啊，伯归打啊，啊，海王会带东来，好，所以我觉得这样就浪费大家的时间呐、啊，因为时间成本也是很重要的。为了要提供我们的客更,更好的服务，我必须要去节省一些时间。今天啦、啊，要不然人一昧的请，然后这个成本哦、喔，无形有形的成本一直增加，我觉得那个对消费者未必是好事情。欸、你们如果一台车很多人预约会怎么排？ 我多就这样排啊！你像上上礼拜六一台 Impreza 就是这样啊。第一组客人约我们开店，早上开店十点半。第二的客人约下午的一点五十分，总共中间隔了三个半小时。早上的客人来看了，接近十二点的时候买了。那我们十二点零几分，好，我们就急急忙忙打给台中要来那个那个客人一点五十分是台中要来的客人，他说我在高铁站的票都买了。 你跟我说卖掉了，你们怎么可以这样？我已经准备在月台上，我要上高铁了。好，最后我没有见到这一位台中的朋友，但是我赔了他两张高铁票钱。好，大概就是这样。好，澳门也只能这样，很抱歉嘛，因为我不能催一个说，哎、欸，十点半那个客人说，哎、欸，陈先生，进来，人家要上高铁了，你赶快进，baby，快点。 一点五十分，台中要来的客人已经准备从家里出门要去台中高铁站了。你到底在考虑什么？对不对？我们不可能这样讲啊！请问，我看到喜欢直接汇款这样买可以吗？因为买过，所以信任，然后没有时间去，不阿斗，真的。 有时候我都很怕客人，是因为觉得我们太屌，不是这个真的就是很单纯的，就是第一个，他这是二手的东西，即使你已经跟我买过，你很信任我，但是你眼中看到他的样子，跟我眼中看到他的样子标准会是不一样的，真的啦。哎、欸，卖车最喜欢客人说要汇款了，你去蒙多杰雷里修车行，让 K 被汇款给公面你去外面找看看有没有这种的。你们现在八八九一打开，随便找一个车商。 你私密他说，我现在汇定金给你，你把账号给我可以吗？哇，你共账号属于穿透力，穿透力料。他隔三分钟他就传问你说汇好了吗？一万也没关系，汇好了吗？什么时候汇？你现在八八九一打开找一个车商说啊，不好意思，我现在汇定金去，他马上账号啪啦就给你了。哪有人要汇定金来？我们说不要的，金价薄啦。 那不是说我们卖的很臭屁还是什么？我真的是觉得说，站在我的立场，我跟大家表述一件事情：为什么可以跟小司买车？你知道吗？因为小司现在招牌跟面子比赚钱还重要。 我现在不是在意说你要不要跟我买这台车，你有没有先汇款来？我现在在意的根本就不是这件事情，你知道？我要在意的是，你看到东西你很喜欢，然后你想问的事情问清楚、了解清楚，合约签署好该保证的东西，然后你买的很愉快，没有发生任何的纠纷，不会发生任何的问题，心里没有任何的疙瘩。好，我们完成一个愉快的交易，对我来说才是重要的，赚钱在后面。 好，而不是先赚钱再来考虑会不会吐钱。我先帮你过户好了，结果你来现场看，哎，小施啊，这跟我想的不一样呢、欸。好，对我来说已经不是钱的问题，而是跟你想的不一样。我觉得就伤到我的招牌了。干那怎么可以？小施的车让你跟你想象不一样，怎么可以？这是我们做事的原则吗？不是吧？没有这种事情会不会常发生？是我们已经。 其实我们已经尽量避免了，就是知道，所以跟我们预约，我们都要问说你从哪里来，你会怎么来？好、喔，那刚刚有人说高铁票可以退吧？那我能跟他讲说，哎、欸，不好意思哦、喔，啊，你高铁票退一退就好了、啊，我可以这样讲吗？啊，很很简单嘛，我跟客人要账号，他给我了，那我就给他就簡單呢、欸，我不管他能不能退，对不对？能退也好，不能退也好，我认为说至少让我们觉得说，我就讲了，现在对我们来讲，我们的面子，我们招牌比钱还要重要嘛。 对不？阿、啊、伯啊，李先生，你说什么？你在坐高铁了？啊，车卖掉了，歹势歹势啊？下次有车再跟你讲吼，好、哦、好，谢谢吼，阿顺囝也是要起来台北行行的，有无？啊，你来我泡茶请你，小司泡茶请你，来来来来来，你起来你起来。好、啊，啊车未去不要紧嘛，吼、哦、来看小司开杠一下，对不？我我叫互皮皮啊。 啊，李先生，拍谁拍谁啊？旅旅啊，丽丽丽丽月台啊，哦，你跟你路朋友啊，拍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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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时间嘛差不多啊，是你要去台中车头迄个高铁站，好、哦，屏东吃吃呢，吼、啊，两抓乌，下次有我再跟你讲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不对？我脸皮厚一点就没事了啊，我就不用给人家高铁票钱了、啊。难道他会厚着脸皮跟我要吗？不会啊。第一组客人之后，先说明可能发生的状况，能接受在于我告诉你。 我们有罐头讯息，只要你预约，我们一定都会贴这一个讯息给你。我这个罐头讯息，我念给你听。我们会贴给你一个地图，你预约好之后说已经帮你登记好了，麻烦您跑一趟了。惊叹号预约赏车不代表之前不会售出哟。惊叹号如有售出会提前通知您，感恩。惊叹号每一个人，你只要预约成功，你一定会收到这个讯息。 预约这个问题，我们其实之前已经吃过很多亏，客人也吃过很多亏的啦。哦，我不能讲我们吃过很多亏。我所谓我的吃亏，是我们每次都因为这事被客人骂，因为我不能催前一个快点买。然后前一个有的，你如果遇到一些他选择性困难，或者是他考虑比较久的，哦，他有可能一台车要看三个小时、五小时。我跟你讲，都有这种人，一定有。有人看三小时、五小时还没买的也有，那个都没有关系，只是说因为后面有卡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会比较。 安心一点，所以我们一直在修正，一直在改进。像以前我们不会去过问说客人从哪里来，是怎么来。那现在我们在预约的时候，我们都会问说你从哪里来，然后你是搭什么交通工具。那我们如果发现他是外线是要坐高铁，那我们就会特别注意他的间距要隔得很远。那反正就慢慢修正，慢慢要。基本上现在已经算是比较少发生这种情形了啦。那是上礼拜刚好不小心又遇到这个状况，这样。 想见小诗哥可以预约吗？有点困难，因为我来无影去无踪啊。法、哦、号梦怡，<laughs> 跟小诗买车不是说小诗不是有做保养吗？为何我预约保养业务却帮我找外厂做呢？哎、欸，你是什么车？这第一个，那第二个是这个。如果你没有特别要求要回来的话，我们会就近好、哦。所以你要看是哪一个状况，好不好？ 因为除非你是比如说有一些比较进口车啊，进口车我们通常会会预约专门厂。那除非就是有一些客人他就是直接就说我想要回去看科 P 看小狮，我要去你们公司保养。好，除非你特别要求，要不然我们基本上大多都是就近。哦，从南部跟我们买车有优惠？诶、欸、现在好像有诶啊，对，现在中南部有优惠。 自从上一次那个我们的员工要去南部交车，不小心撞到，然后人家退车那件事情之后，我们现在就最远交车到台中而已。台中以南，我们全部都用现金补贴。涡轮车是不是停车时要先怠速让温度降一下再熄火？旁人说这样对涡轮比较好。对啊，但是有一些进口车不用，有些进口车如果你温度太高，就算你熄火之后风扇还是会继续打。它主要是说怠速降温，主要是让水帮补的水再稍微运转一下。 降低一下温度之后再熄火，才不会弄烧起来。你知道吗？今天干爹是叉巴斯，叉巴 s 已经干爹很久了啊。Gamepass 啊，叉巴 s Gamepass 要去加一下。好、啊，我们干爹还有这个百、啊、润啊，就是那个可调的哑铃啊，啊，还有这个 Atrades 的这个行车记录器哦，这个之前我们的影片已经有了，我们有介绍过这个还不错。圣帕斯，好、哦，也是很久的干爹了。老板娘，我要上厕所。哇，有人要去尿尿了。 大家晚安。会员要去要用电脑，要用电脑，然后开 YouTube 去加分享。小诗哥有什么优点吗？小诗哥有什么优点？我想一下啊、哦，嗯，如果你失恋然后或者是你对一些事情有盲点的时候，我可以直接找他谈，然后他会很直接的跟你说重点。小诗常常逗你开心吗？应该算蛮长的，因为他其实私底下这还蛮。 还蛮幼稚的，<laughs> 就很像屁孩。哦你还上蛮快的哎，<樣>我还没有说到你坏话，人家就马上就问说，OK，、哦、开始说小诗坏话了。你呢、啊？你怎么舍得说我坏话？最爱、啊、你的人是我，我你,你怎么舍得说我的坏话？好好原厂认证中午车可以杀价、啊。 都可以杀价啦，其实啊，很多人来来来啊，来讲一些东西。很多人会问我去买别的地方买二手车杀价的问题。其实杀价问题，我绝对我我其实不太能够回答你，因为第一个货是人家的，他能够卖你多少钱我不知道，你懂我意思吗？很多人會说小四哥，我他就贴一个网址给我，然后说，哎，这台车我能跟他杀多少？今天不是我跟你讲，哎，三十万的车，你你跟他出二十万，啊，二十万他会卖你吗？对不对？一定不会嘛。所以其实能杀多少，就是看你。 自己跟他的这个，呃，你杀价的手法方法，或者他愿意卖你多少钱哦，双方合意为原则，所以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你要跟他杀多少钱。就算我跟你说二十万、十五万，人家不卖你也没有意义。小师专业不专业？汽车商行那边可以杀价吗？怎么杀？我这边没有，我这边都定价卖啊。我就不想浪费时间在杀价这件事情上面。不是啦，因为这个我也是撑了很久啦，因为我觉得。 对我来说，我觉得杀价是一件很浪费时间的事情。我跟你讲，为什么？我觉得谈价钱基本上在台湾就是一件很浪费成本的事情，你知道吗？我以前在承德路那边买车的时候，客人杀价啊，比如说一台车开开价这个五十八万，哦，然后客人就说：“哎、欸、呀，那五十万可不可以？”啊，不是，你先，你这太没行情了啦！你你你有没有去别的地方看过这個、车？怎么可能五十万啦、啊！ 好，先让客人不好意思，哇，你你那客人哇多啦哈，先先这个止血，你知道吗？这个是杀价的业务守则第一步。好，先跟冻掉诶，说啊，你这个要求太过分，五十八万的车，即使客人说五十五万，业务一样啊，不黄先生，不是五十八万的车，你杀五十五十五万，怎么可能呐、啊？你你有没有去别的地方看这个车行情？我们开价已经比别人便宜了呢。 我一单探谈亏空你啊哦，要不然我今去拿成本给你看，不可能呐、啊，太伤喊啦，不好谈呐、啊，三万不可能啊，你知道吗？这一套不管你杀多少钱，都是要演的哦，先止住，那至少你先把你的防守点先设好。业务守则二，要谈价钱，客人有意愿要谈价钱，一定要到里面做，不能站在外面谈价钱，因为站在外面谈价钱，没有那个想买车的感觉，你随时好像感觉。 要走都可以走，好、哦、啊，不然这样啦，黄先生，不然里面先坐一下啦。你真的，你你啊，再再下一步就是你要确认客人会不会买，不是啊，李先生，你不要说五十三万呐，啊，如果不管先不管多少钱，你今天如果价钱可以的话，你今天会下定吗？要先问说客人有没有办法决定。阿、啊、不哎，太太公啊，我等下本我宝，啊。你唔给谁你跟他浪费了一大堆时间在那边谈价钱，对不对？先。 问他会不会买啊？呜啊，哦，比如说这个黄先生就说啦，欸、有啊，你们定金一成嘛，五万嘛，我有啊，我有带双证金，我知道我今天出来就是要买车了。哦那代表什么？剩下价钱的问题。好，那黄黄先生里面办公室先做一下，办公室做好有两个原则，第一个。 客人面向的位置不能是门口，你一定要让客人背对那个门，因为看到的门他会分心，他会一直看外面人走来走去，或者是他感觉他随时都想要走的感觉，所以你一定要让他背对出口。守则二，客人面向的墙壁不能有时钟，不能让他一直看时间。好，接下来。 进来做了啊，先在来来喝茶哈。通常会这个时候会拿出一张表来，你看哈，我们这个成本真的，你看的这一台车，我们业务的奖金只有八千块，五十八万八，我们只有八千的奖金而已，五十三万真的差太多了。那我是觉得哈，你再加一些，我来想办法。 去跟我的这个主管哈、喔，帮你处理一下。我这个月业绩有可能已经差不多了，好，而且我跟你讲哦、喔，我在公司其实算业绩不错的。一定要讲这句话为什么？因为让客人觉得说，哦、喔，我面对到的是一个 top sales，你不能说王大哥不要了。我跟你讲，我这个月还没有开市，王大哥，拜托你买啊！我跟他绝对不跟你买。有一个人跟他说没开市，然后你可怜他买一台五十八万的车，不可能。首先你要这个在言语之中透露出你业绩算不错。 我也想尽力再帮你争取一下，黄大哥，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个气味相投，同温层刚好。喜欢女人，我也喜欢。你喜欢女人，我也喜欢女人，对不对？刚好你喜欢胸部大的，我也蛮爱的。而且我们又邻居嘛，你高雄人，我台中，很近吧？好，刚刚好，我很喜欢去高雄啊！我跟你讲啊，每到夏天我要去海边，有没有？海边有个漂亮高雄妹，哇，熊爱高雄妹，我跟你讲，好。 黄大哥，不要紧，我帮你处理。好，我这个月业绩也达到了，我帮你处理。你不要五十三了，五十三这差太多，我紧尿不泡的，你到沙缸。不然这样啊，黄大五十七万，我帮你处理看看。啊，客人一定啊，不要啦，不然五十五5五十五他说啊，好了，不然那个黄大哥你坐一下哦。然后这个是车的资料。 好，先拖延战术嘛！你看，一手车，哇，有认证书，啊，有什么？你看，这是我们的保护手册，哈，什么？先开始拖延一下时间，先暂缓一下这个肃杀的气氛啊！这样子好啦那这个帮你去跟我们主管讲一下，啊，你做一下，啊，他就出去，啊，可以假糊那，好不好？啊，同事啊，啊，伊唔是当可以底啊赶人家供、啊啊啊、给啊，抬给啊，人家过了百万，敢出五十老师诶，这咪毋知咪给？ 哦，我跟你讲，我这个绝对没有敲低，敲低什么意思？你知道，超过底价就代表我卖的价格很好。你等我姐，我等下给他处理，好好给他处理一下哦，啊，再再讨论一下，昨天跟这个同事去喝酒，嚯、哦，长得没也美败，嚯、哦，啊，那李弟别敢便宜嘞，他根本就压根没有在想你下架的事情呵呵呵呵，啊，你知道吗？好，烟也抽完了，哦，啊，进去，哎、欸，不好意思，王大哥，我刚刚帮你跟主管哦。 处理很久啦，我们主管是说吼，这台车因为我跟你讲，刚好今天晚上刚刚这个别的同事也约了一个客人要跟你看同一台车哦，这一句话一定要讲嘛、欸，诶你不要误会，我不是在逼你买哦，这个当然要价钱合意你才会买嘛，对不对？我一定会帮你处理一个你愿意买的价格，只是说因为吼晚上有约客人，我们经理就会觉得说现在卖太便宜，可惜，万一晚上那个来，对不？没有杀价买了，公司就这个损失利润了，对不对？ 好，这科隆不化刀，我再想看看有有什么办法哦，来帮你处理一下。我刚刚也帮你这个跟我们主管游说了很久啦。哈，最后我我有再帮你挤一点点啦。哈，不要说五十五万呐、啊，你就最后就是五十六万八千，叫五六八好不好？五十六万八我帮你处理啦，黄大哥，那五十五万不要超过啦，紧绷就是五十五万。哎，五十五万跟五六八剩一万八了，再努力一下，对不对？好，你坐好，黄大哥交给我，我处理。 好，我处理啊，又出去了，然后过没多久又回来了啊，啊啊啊搞搞搞，包括奖金，如果烟瘾如果大一点是再抽一根啦哈哈哈啊，如果烟瘾没那么大，哎，一下就回来了。哇、啊，不行啊，这个哦，真的因为晚上同事真的约同一台车，这个哦，我也很希望把车卖给你这样啦、啊、但是我最后我我自己哦，奖金有五千块，我再拿出来补贴一下，那之外哦，我再送你，你刚刚有讲隔热纸不好嘛哦，我送你这个市值。 好啊，注意市值市價、市价，市价两万八千块，全车隔热纸啊，属于 M 类啦，哈啊，另外哈，再送你市值高达一万九千八百八十八的行车记录器一台。好啊，其实我跟你讲，呵呵呵哎，隔热纸让贵钱扣啊你啊，行车记录器嘛贵钱扣啊你啊，然后这时候订单就拿出来了，好，然后我就写一写了啦，哈，哎，可能五十六万八，没关系，不要想太多，大概杀价的环节就是这样。对，好，要卖一台车就是这样处理的。 <laughs> 高级行车记录器一万九千八百八十八，哎，我跟你讲，那个牌子他妈的，你打了灯灯笼，你去 Google 搜寻找不到那个牌子，因为查不到牌子的东西才能冠价钱，<laughs> 你知道吗？很好玩呐、啊。其实有时候虽然我们常常在讲说卖车，其实从二十几年前到现在，其实卖车也发生了很多很有趣的事情，而且我刚刚讲的那个。 谈价钱的过程呢、啊，其实都是真实的，所以我觉得说，其实讲价钱是很浪费时间，而且是一种针锋相对的状态。我要诉求是一个好的服务。我卖你的车，从来问题就不是在价钱上面。我讲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啦：今天我卖你一台车，三十八万的车子，如果今天我给你杀八万回去，你买三十万了，然后你这台车很烂，你回去问题很多，一直坏，你买到烂车了，你会心里你会想说。 啊，没关系，小四有让我杀八万，好、哦、啊，所以这个车烂合理，你会这样想吗？你不会这样想嘛？啊，假设你一毛没杀，你买三十八万回去，车很好，也没什么问题，然后诶、欸，有小问题，小四马上帮你处理，你会去觉得说你三十八万买太贵吗？所以东西的问题从来就不是在你跟我买多少钱，而是你买到的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你如果这个车很好都没问题，小四他妈的。 难怪他卖有那么贵，这车好棒哦！<laughs> 你会这样讲吗？你不会啊。但是我卖你再便宜，如果东西很烂，我好，所以你很容易陷入一件事情啊。到底是要花多一点钱买好的东西、好的服务，还是你要花很便宜的钱买个烂东西？好，但每个人都希望用很便宜的钱买到一个好东西。问题是，商人又不是白痴，赔钱的生意谁要做？ 除了小事，他妈的改车拍影片再赔钱以外，好，你说我没有拍影片，其他的车我不赚钱吗？我赚啊，我怎么不赚？我不赚他妈，我每台车我都不赚钱，我坐到这边每个礼拜三跟你们聊到點點、哦、十点十一点，我胸也硬哦，讲半晚腰，对吧？我也是要赚啊，好，所以后来我发现，客人也不会因为你便宜而这个不怪你，也不会因为你贵就离开你。 但是前提之下，你东西是要好的，你服务是要正确，你没有骗人哦，你是合理的就好了。我觉得大家只是要一个合理。我相信现在人的消费水准是够高的。其实这二十年期间，为什么我都说我在这后面的可能 maybe 一年，我觉得整个公司营运才会比较开始比较顺利，然后慢慢可以有钱请得起员工。我认为是我们努力了很久，还有资讯更透明，整个消费的。 水准的提升，我所谓的消费水准不是说每个人都买得起车，我所谓的消费水准是每个人能够理解说我花什么样的钱买到什么样的东西。就像假设你有在这个大家都有在买啊，比如说在 Apple 手机啊，iPhone 十三一支三万八，今天如果突然在一个一夜式的网站出现一支一千八，你绝对不会想买嘛，你一定知道那个有问题。 这个就是所谓的消费水准，就是大家会知道说用合理的价钱去买到对的东西，而不是一昧的只要追便宜。因为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被对岸的商品，大家都有去买过对岸商品的经验。像以前我也曾经这个去对岸，然后淘宝买很多东西，当他那个东西十个东西寄来，只有一个、两个东西可以用的时候，你就想干怎么那么烂好、哦、那时候买干那我搞笑以他，我那他笑。好，我假设雨刷好了，一块人民币一支雨刷。 柯皮工，诶、欸、买五十只买五十只就回来。它那个良率嘛，它有良率嘛，刚才只有两成。你被几把鸡干，干他里杂鸡也用你呢。所以渐渐的，我们这样被训练久了，我们就知道便宜应该是肯定没好货。那太便宜是一定是不可能有好货的。 好，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我相信累积评价也是相对重要，因为现在大家看得到你的努力，然后看得到你在做什么事情，包括看得到你的评价，你看得到 m o b i l e 零一，看得到 PTT，你看得到 D 卡什么任何的论坛在谈讨论一些店家，我觉得就刚好是这一波风潮啊，那能够在到什么时候我不知道啊，因为。 也许某一天哦，又一个更大的财团，然后诶、欸、觉得台湾的中古车好像不错，来弄它一下，十亿、二十亿，来吃掉台湾的二手车这一块，有没有可能？也有可能啊，都有可能啊。其实台湾的中古车的那个流动的数量其实很可怕，这个其实，在很多国家都是台湾的房价跟二手车价一直是世界里面的一个谜啊，你知道吗？怎么会有二手车这么贵的啊？ 你想想看哦，我们可以去从美国买他们二手车回来，妈加上六十趴的关税还能卖。我跟你讲，我听过的最扯的故事，我之前认识一个朋友同业的，那时候好像是在卖阿法吧，他去柬埔寨买柬埔寨的新车，Toyota 哦，柬埔寨 Toyota 运到台湾来，加关税还能卖，还能赚，屌了吧？好、哦，所以台湾的二手车生态是蛮有趣的啦，尤其现在更变态。 不知道现在大家这二手车在讥笑什么？现在有人在问 Type R，就是那涨价。当初新的一台两百二十几万，国外先扣掉六十八了，然后现在涨到两百五、两百六，我也不知道在涨什么。好，所以台湾的那个二手车生态其实有点，已经有点变态了。我觉得提惯了什么通病？保值性好不好？服式的车一般保值性都不会太理想啊。新的时候三年以内的时候还蛮保值，但是过了三年以后就破防了。 哦，所以大部分的进口车其实都有这种困扰、喔。你会发现，其实以现在的走向是，双 B、斯柯达、福斯、奥迪，其实在三年之内价钱都还可以维持的不错。但是三年以上，可能慢慢的你就会有一个分出一个高下来了。你例如像奥迪、福斯，三年之后就走下坡很快。然后冰士稍微就好一点点哦，因为冰士现在缺车，所以价钱又。 往上涨，有时候一台车，我可以跟你讲，涨到差不多十万、一百万的车可以涨差不多十十万块钱。哎、欸，我不是专卖双 B 的，我没有必要顶这个车的行情哦、喔。我是说，认真说，现在市价，你在外面你要买到一台五年内的宾士，绝对比去年同时间还涨了五万至十万以上，这是真涨价，这是真涨价。我坐车二十几年，头一次遇到这样涨价的。你们自己上宾士原厂认证中古车。 你去查，它里面没几台车在卖。你们可以去查看看，我没有好小的，真的缺车，所以大家都加价买，加价买，加价买，一台车高五万，高十万。我在认真讲，就是这样。新款 Mobile 三到五年还是很贵，还好啊。而且我跟你讲，三到五年 Mobile 车商收也没那么贵啊。Mobile 的利那个利润一定会抓比较高啊。卖场上的 s Trail 跟 SS4，两年内有小孩希望开十年。 我会怎么选？你如果想节省一点，你就开 S X Four 哦啊！你如果觉得你喜欢往户外跑，而且你想要稍微舒服一点，空间大一点，就买 S t r 小孩如果一个的话，我觉得呃，你如果没有需要特别大的空间，S X Four 就好了，因为我觉得比较符合整个都会的生态使用。因为 S t r 真的坦白说偏大台的。 如果说你通常都是两个人，或是两个人加一个小朋友，其实大部分的时间会是空间是浪费的。你后车厢也没占那么多东西，然后紧巴一下老麦，它假如个胸，好，因为 s 3是还是那个旧的引擎嘛，那 S S4 是新的喷射嘛，上面 Jet 我把杯给你，好，它已经是涡轮的，所以它相对的省油，然后大小也是比较刚好，好不好？自己选择。好，时间差不多了呢，大家晚安咯、哦、拜拜。大家晚安。